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诵天竺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一，一切佛语心品之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种种宝花以为庄严，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聚，从彼种种一佛刹来，是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戏，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首冠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于无法自性实二种无我究竟通达。尔时大慧菩萨与摩地菩萨具有一切诸佛刹度，成佛神力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记赞曰：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至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时，至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远离于断常，世间恒如梦，至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知人法无我烦恼及耳厌，常清净无相而兴大悲心，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是二悉距离，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境。尔时大慧菩萨即赞佛已，自说姓名：我名为大慧，通达于大圣，今以百八亿养资尊中上，世间解之事，闻彼所说记，观察一切众，告诸佛子言：汝等诸佛子，今皆自所问，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成佛所听，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以记问曰：云何敬其念？云何念增长？云何见痴惑？云何惑增长？何故岔度化？相及诸外道？云何无受赐？何故名无受？何故名佛子？谢脱至何所？谁复谁谢脱？何等禅境界？云何有三圣？唯愿未解说。缘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云何具意说？云何为增长？
云何无色定，即以灭正受？云何为想灭？何因从定觉？云何所作生，进去即持身？云何现分别？云何生诸地？破三有者谁？何处身？云何往生？何所至？云何最圣子？何因得神通即自在三昧？云何三昧心最胜为我说？云何名为藏？云何意即时？云何生与灭？云何见已还？云何为种性？非种即心量？云何见立相？即与非我意？云何无众生？云何世俗说？云何为断见？即常见不生？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违？云何当来世种种诸异部？云何空何因？云何刹那坏？云何胎藏生？云何事不动？何因如幻梦？即前踏婆城。世间热食宴，即于水月光。何因说觉知，即与菩提分？云何国度乱？云何作有见？云何不生灭？是如虚空花。云何觉世间？云何说离字？离妄想者谁？云何虚空僻？如实有几种？几波罗蜜心？何因度诸地？谁至无所受？何等二无我？云何而言净？诸智有几种？几界众生性？谁生诸宝性、摩尼、珍珠等？谁生诸语言、众生种种性？名处及技术，谁知所显示？伽陀有几种？长颂及短句？成为有几种？云何名为论？云何生饮食，即生诸爱欲？云何名为王？转轮即小王？云何守护国诸天有几种？云何名为地、星宿及日月？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弟子有几种？云何阿舍离？佛父有几种？父有几种生？摩及诸异学彼各有几种？自性及与心彼复各几种？云何施摄量？唯愿最胜说。云何空风云？云何念聪明？云何为林树？云何为蔓草？云何向马路？云何而不取？云何为悲漏？何因而悲漏？云何六劫舍？云何一产提？男女即不男，思皆云何生？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众生生诸趣，何相何相类？云何为财富？何因至财富？云何为世种？何因有世种？云何干这种？无上尊愿说。云何常苦仙？彼云何教授？如来云何于一切时刹现？种种名色类最胜子围绕。云何不食肉？云何至断肉？食肉诸种类，何因故食肉？云何日月行须弥及莲花？
狮子圣象刹，侧柱复世界，如因陀罗网，获悉诸珍宝，空猴系腰鼓，状种种诸花，获离日月光，如是等无量。云何为化佛？云何报生佛？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云何于欲界不成等正觉？何故色究竟离欲得菩提？善是波涅盘，谁当持正法？天师住久如正法几时住？悉谈及与见各复有几种？毗尼比丘分，云何合因缘？彼诸最圣子缘觉及声闻，何因百变异？云何百无受？云何世俗通？云何出世间？云何为七地？为愿为演说？僧伽有几种？云何为坏僧？云何依方论？是复何因缘？何故大牟尼畅说如是言？迦舍拘留孙，拘那含是我。何故说断肠，即于我无我？何不一切时演说真实意，而复为众生分别说心量？何因男女邻，呵离阿摩勒，基罗及铁围金刚等诸山，无量宝庄严，仙蛇婆充满？无上世间解，闻彼所说偈，大圣诸度门，诸佛心第一。善哉善哉，问大会善谛听，我今当此地如汝所问说，生即与不生，涅槃空刹那，去至无自性，佛诸波罗蜜，佛子与声闻缘觉诸外道，即于无色行如是种种事，须弥巨海山，周主刹度地，星宿及日月外道天修罗，解脱自在通，力禅三摩提，灭即如意足，觉知即道品，诸禅定无量，诸因身往来，正受灭尽定，三昧起心说，心意即与时，无我法有无，自性想所想，即于现二见，成即诸种性，金银摩尼等，依产提大种，慌乱即依佛，智而厌得相，众生有无有，象马诸禽兽，云何而不取？辟因成悉檀，即于作所作，欲临迷惑通，心量不现有，诸地不相至，百变百无受。一方工巧论，计数诸名处，诸山须弥地，巨海日月亮，下中上众生，身各几微尘，一一刹微尘，余余数有几，肘部居楼舍，半油盐油盐，兔毫疮尘几，羊毛矿脉尘，波他几矿脉，阿罗矿脉几，毒龙那驱离，乐叉及举例，乃至频婆罗，是各有几数，唯有几阿耨名舍离沙婆，即舍离沙婆
名为一赖提，即赖提摩沙，即摩沙陀那，复有几赖提，为摩沙陀那，即摩沙陀那，名为陀那罗，复几陀那罗，为迦离沙那，即迦离沙那，为成一波罗。此等积聚相及波罗弥楼，是等所应请，何须问于是？声闻辟支佛，佛即最圣子，身各有几数，何故不问此？火焰即阿耨，风阿耨复己，根根即阿耨，毛孔眉毛即。护财自在王，转轮圣帝王，云何王守护，云何为谢托？广说及具说，如汝之所问。众生种种欲，种种诸饮食，云何男女林，金刚坚固山，云何如幻梦，野鹿可爱辟，云何山天仙，前踏婆庄严，谢托至何所，谁负谁谢托？云何禅境界，变化即外道？云何无因作，云何有因作？有因无因作，即非有无因。云何现已灭，云何净诸觉？云何诸觉转，即转诸所作，云何断诸想，云何三昧起，破三有者谁，何处为何身，云何无众生而说有无我，云何世俗说唯愿广分别，所问相云何，即所问非我，云何为胎藏及种种一身，云何断常见，云何心得定，言说及诸智，借种性佛子，云何成即论，云何师弟子，种种诸众生思等复云何，云何为饮食聪明广施舍，云何树葛藤最圣子所问，云何种种差先人常苦恨，云何为足性从何施受学，云何为丑陋，云何人修行欲界何不觉，阿伽逆诈成，云何俗神通，云何为比丘，云何为化佛，云何为报佛，云何为如如平等智慧佛，云何为众僧佛子如是问，空喉腰骨花，刹度离光明，心地者有七，所问皆如实，此即于众多佛子所应问，一一相相应，远离诸见过，悉谈离言说，我今当显示，次第见例句，佛子善谛听，此上百八句，如诸佛所说，不生句生句，常句无常句，相句无相句，注意句非注意句，刹那句非刹那句，自性句离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断句不断句，边句非边句，中句非中句，长句非长句，圆句非圆句，因句非因句，烦恼句非烦恼句，爱句非爱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静句非静句，成句非成句，辟句非辟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师句非师句，
种姓句非种姓句，三圣句非三圣句，所有句无所有句，怨句非怨句，三轮句非三轮句，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句句非句句，源自圣智宪法乐句非宪法乐句，岔度句非岔度句，阿耨句非阿耨句，水句非水句，工具非工具，实句非实句，数据非数据，数据非数据，名句非名句，虚空句非虚空句，云句非云句，工巧技术名处句非名处句，风句非风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诗社句非诗社句，自性句非自性句，因句非因句，众生句非众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耳厌句非耳厌句，外道句非外道句，慌乱句非慌乱句，幻句非幻句，梦句非梦句，厌句非厌句，相句非相句，轮句非轮句，前踏婆句非前踏婆句，天句非天句，饮食句非饮食句，淫欲句非淫欲句，见句非见句，波罗蜜句非波罗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地句非地句，果句非果句，灭其句非灭其句，智句非智句，相句非相句，知句非知句，巧明处句非巧明处句，禅句非禅句，迷句非迷句，现句非现句，护句非护句，足句非足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摄受句非摄受句，宝句非宝句，祭句非祭句，衣产提句非衣产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畏句非畏句，是句非是句，身句非身句，绝句非绝句，动句非动句，根句非根句，有为句非有为句，无为句非无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结句非结句，玉树藤句非玉树藤句，杂句非杂句，说句非说句，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处句非处句，字句非字句。答会是百八句仙佛所说，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时有几种生住灭？佛告大会：诸时有二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时有二种生，为留住生及相生；有二种住，为留住住及相住；有二种灭，为留住灭及相灭。诸时有三种相，为转相、业相、真相。大会，略说有三种时，广说有八相，何等为三？为真实、现实及分别事实。大会，譬如明镜持诸色相，现实处现亦复如是。大会，现实及分别事实，此二坏不坏，相辗转因。大会，不思议熏即不思议变，是现实因。大会，取种种尘即无始妄想熏，是分别事实因。大会，若复彼真实种种不实诸虚妄灭，则一切根实灭。大会，是名相灭。大会，相续灭者，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
所从灭即所缘灭，则相续灭。大会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为无始妄想熏缘者，为自心见等实境妄想。大会，譬如泥团微尘，非亦非不亦，今庄严具亦复如是。大会，若泥团微尘亦者，非彼所成而实彼成，是故不亦。若不亦者，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如是大会，转时藏时真相若异者，藏时非因；若不异者，转时灭，藏时亦应灭，而自真相实不灭。是故大会，非自真相实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灭者，藏时则灭。大会，藏时灭者，不亦外道断见论意。大会，彼诸外道作如是论，为摄受境界灭，实留住亦灭。若实留住灭者，无始留住应断。大会，外道说留住声音非言实色名即会而生，更有一因。大会，彼因者说言若圣妙，若是夫，若自在，若实，若微尘。复次大会，有七种性自性，所谓即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成性自性。复次大会，有七种第一义，所谓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见境界、超二见境界、超子弟境界、如来自道境界。大会，此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义心，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圣慧眼，入自供相建立，如所建立，不与外道论恶见共。大会，云何外道论恶见共？所谓自境界妄想见，不觉时自心所现，分歧不通。大会，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义，作二见论。复次大会，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自心所现幻境随见，今当说。大会，若有沙门婆罗门欲令五种有种因果现，即事实住缘因界入生住，或言生已灭。大会，彼若相续，若是若生若有若涅盘，若道若业若果若地，破坏断灭论。所以者何？以此现前不可得，即见识非分故。大会，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胶种不作牙事。如是大会，若因界入性，已灭今灭当灭，自心妄想见，无因故，彼无次第生。大会，若复说五种有种时，三元合生者，龟鹰生毛，沙鹰出油，汝宗则坏，为决定义。有种无种说，有如是过，所作事业悉空无益。大会，彼诸外道说有三元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过去未来现在有种无种相，从本以来成事相成，觉想地转，自见过习气，作如是说。如是大会，愚痴凡夫恶见所事，邪取迷醉无智，妄称
一切智说。大会，若复诸于沙门、婆罗门、建离自性、浮云火轮、前踏婆城、无声幻焰、水月即梦、内外心显、妄想无始虚伪、不离自心、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说所说、观所观、受用建立身之藏识，于实境界摄受及摄受者不相应，无所有境界离生住灭，自心起随入分别。大会，彼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无开发方便。大会，彼一切众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皆三界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舍离彼生所作方便，金刚玉三摩提，随入如来身，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处，离心意一时，是菩萨见次转身得如来身。大会，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当远离因界入心，因缘所作方便，生住灭妄想虚伪，唯心直进，观察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三有，思维无所有，佛地无生，道自觉圣趣，自心自在，道无开发恒，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而以化身随心量夺，诸地见次，相续建立。是故大会，自悉谈善，应当修学。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说心意一时无法自性相，一切诸佛菩萨所行自心见等所缘境界不合合，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与心为楞伽国摩罗山海中住处，诸大菩萨说如来所叹海浪藏识境界法身。尔时世尊告大会菩萨言：四因缘故，眼识转，何等为四？为自心现摄受不绝，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记着实性自性，遇见种种色相。大会，是名四种因缘，水流处藏识转识浪生。大会，如眼识一切诸根微尘毛孔俱生，随次境界生亦复如是，譬如明镜现众色相。大会，犹如猛风吹大海水，外境界风飘荡心海，时浪不断，因所作相亦不异，何业生相深入记着，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十身转。大会，即彼五十身具因差别分段相知，当知是一时因，彼身转，彼不作是念，我辗转相因，自心现，妄想即着转，而彼各个坏相俱转，分别境界，分段差别，为彼转。如修行者入禅三昧，微细习气转而不觉之，而作是念，识灭，然后入禅正受，识不识灭而入正受，
以习其种子不灭，故不灭；以境界转，摄受不惧，故灭。大辉，如是微细藏识究竟边际，除诸如来及诸地菩萨，主声闻缘觉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测量绝了，于地相智慧巧辨分别，决断聚义，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自心现，妄想虚伪，厌作山林，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留住，无量刹度，诸佛灌顶，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诸善知识，佛子眷属，彼心意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虚妄之想，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是故大会，诸修行者应当亲近最胜知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譬如巨海浪，似有猛风起，洪波鼓鸣喝，无有断绝时。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石浪，腾跃而转生，清赤种种色，颗乳及石密，但为种花果，日月与光明，非易非不易，海水起波浪，七十亦如是，心聚和合生。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七十亦如是，心聚和合生。为彼藏识处种种诸识转，为以彼意识思维诸相异，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诸实心如是，意义不可得。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诸实实所实，现等净说五。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曰：清赤诸色相，众生法诸实，如浪种种法，云何为愿说？尔时世尊以偈答曰：清赤诸杂色，波浪悉无有，采集业说心，开悟诸凡夫，彼业悉无有，自心所摄离，所摄无所摄，与彼波浪同，受用建立身，是众生现实，与彼现诸业，譬如水波浪。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大海波浪性，古月可分别，藏于业如是，何故不觉之？尔时世尊以偈答曰：凡夫无智慧，藏识如巨海，业相由波浪，依彼譬类通。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日出光等照，下中上众生，如来照世间，为于说真实，以分布诸法，何故不说实？尔时世尊以偈答曰：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譬如海波浪，镜中相即梦，一切俱实现，心境界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实者实所实，义者义未然，五则已显现，无有定次第。譬如工画师给予画弟子，不采图众形，我说亦如是，彩色本无文，非彼亦非素，唯悦众生故，其错会众相。
言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初业，修行是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此为佛子说，愚者广分别。种种皆如幻，虽现无真实。如是种种说，随是别施舍，所说非所应，于彼为非说。彼彼诸病人，良医随处方，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妄想非境界，声闻亦非分，哀悯者所说，自觉之境界。复次大会，若菩萨摩诃萨欲知自心现，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当离群聚、习俗、睡眠、初中后业，常自觉悟，修行方便，当离恶见、经论言说及诸声闻，缘觉圣相，当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建立智慧相注意，于上圣智三相当勤修学。何等为圣智三相当勤修学？所谓无所有相，一切诸佛自愿处相，自觉圣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矣，能舍跛驴心慧智相，得罪圣子第八之地，则于彼上三相修生。大会，无所有相者，为声闻缘觉及外道相，彼修习生。大会，自愿处相者，为诸仙佛自愿处修生。大会，自觉圣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无所计着，得如幻三昧身，诸佛地处尽去行生。大会，是名圣智三相。若成就此圣智三相者，能到自觉圣智境界。是故大会，圣智三相当勤修学。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知大菩萨众心之所念，名圣智是分别自性经，成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圣智是分别自性经，百八句分别所依，如来应供等正觉，依此分别说菩萨摩诃萨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周遍观察人法无我，净除妄想，照明诸地，超越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诸禅定乐，观察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必定舍离无法自性。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自庄严，超幻境界，生一切佛刹都率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待得如来常住法身。佛告大会，有一种外道作无所有妄想计着，觉知因尽，兔无脚想，如兔无脚，一切法亦复如是。大会，复有于外道见种求纳即微陀罗票行处横法各个差别，见以计着，无兔脚横法，作牛油脚想。大会，彼堕二见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长，身受用建立妄想限量。大会，一切法性亦复如是，离有无不应作想。大会，若复离有无而作兔无脚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观故兔无脚，不应作想，
乃至微尘分别是性，悉不可得。大会，圣境界离不应作牛油嚼响。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得无妄想者，见不生想矣。随彼思量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耶？佛告大会：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脚生妄想，以依脚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离亦不易，故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脚。大会，若复妄想一脚者，则不因脚生，若不易者，则因彼故，乃至微尘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易脚故，彼亦非性。二句无性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大会，若无故无脚，观有故言兔无脚者，不应作想。大会，不正因故而说有无，二句不成。大会，复有余外道，见寂浊色空事行处恒法，不能善知虚空分歧，颜色离虚空，其分歧见妄想。大会，虚空是色，随入色种。大会，色是虚空，持所持处所建立，性色空是分别当知。大会，四大种生时，自相个别，亦不住虚空，非彼无虚空。如是大会，观牛有角，故兔无角。大会，有牛角者，悉为微尘，有分别微尘，刹那不住，彼何所光故而言无耶？若言观于物者，彼法亦然。尔时世尊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当离兔角牛角虚空形色，意见妄想，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当思维自心现妄想，随入为一切刹度最圣子，以自心现方便而教授之。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色等即心无，色等长养心，身受用安利，实藏现众生，心意即与时，自性法有五，无我二种境，广说者所说，长短有五等，辗转互相生，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微尘分别是，不起色妄想，心量安利处，恶见所不要，觉想非境界，声闻亦复然，就是之所说，自觉之境界。尔时大会菩萨为净除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见也？佛告大会：见境非顿，如安罗果见熟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境非顿。譬如陶家造作诸器，见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境非顿。譬如大地见生万物，非顿生也，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境非顿。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见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境非顿。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
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有所有清净境界，如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如来未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议至最胜境界，譬如藏石顿分别之自心现及身安利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安处于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觉圣趣亦复如是，彼于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大会，法依佛说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相续妄想自性计着因，种种无实患，种种计着不可得。复次大会，计着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会，如工患师依草木瓦石作种种患，其一切众生若干形色，其种种妄想，彼诸妄想亦无真实。如是大会，依缘起自性其妄想自性，种种妄想心，种种相形是妄想相，即着习气妄想。大会，是为妄想自性相生。大会，是名依佛说法。大会，法佛者离心自性相，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大会，化佛者说施界忍精进禅定及心智慧，离因界入，卸脱实相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见无色见。大会，又佛法者离攀缘，攀缘离一切所作根量相灭，非诸凡夫声闻缘觉外道记着我相所着境界，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是故大会，自觉圣差别相当勤修学，自心现见应当除灭。复次大会，有二种声闻圣通分别相，未得自觉圣差别相，即性妄想自性计着相。云何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为无常苦空无我境界，真谛离欲寂灭，悉因界入自共相，外不坏相如实知，心得寂止，心寂止以禅定解脱，三昧道果正受解脱，不离习气，不思议变异死，得自觉圣乐住声闻。是名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大会，得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摩诃萨非灭门乐正受乐，故悯众生及本愿不作证。大会，是名声闻得自觉圣差别相乐菩萨摩诃萨于彼得自觉圣差别相乐不应修学。大会，云何性妄想自性计着相声闻？所谓大种青黄赤白坚湿暖动非作声，自相共相，先生善说。见以于彼起自性妄想，菩萨摩诃萨于彼应知应舍，随入法无我想，灭人无我相见。见此诸地相续建立，是名诸声闻性妄想自性计着相。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说常即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及第一意境界，世尊，非诸外道所说常不思议因缘也？佛告大会，
非诸外道因缘得常不思议，所以者何？诸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夫子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大会，我第一义常不思议，第一义因相成，离性非性德，自觉相故有相。第一义至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涅槃灭尽故常。如是大会，不同外道常不思议论。如是大会，此常不思议诸如来自觉圣智所得如是，故常不思议自觉圣智所得，应得修学。复此大会，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意向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复次大会，诸外道常不思议，于所作性非性无常见矣，思量即常。大会，我亦以如是因缘，所作者性非性无常见矣，自觉圣境界，说彼常无因故。大会，若复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因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诸外道辈有如是过，所以者何？为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大会，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离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大会，若复外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不思议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去得自觉圣智境界相缘，彼不应说。复次大会，诸声闻为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未来诸根境界修息作涅槃想，非自觉圣智去，藏时转。是故凡于说有三圣，说心量去无所有。是故大会，彼不知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自心现境界，即诸外心现境界，生死轮常转。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所说，所以者何？为自心现性非性，离有非有生故。大会，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马等脚，愚痴凡夫不识妄想，自性妄想故。大会，一切法不生，自觉圣智去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材建立去自性相。大会，藏时摄所摄相转，愚夫堕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贤圣也。大会，于彼应当修学。复次大会，有五无见种性，云何为五？为声闻圣无见种性，缘觉圣无见种性，如来圣无见种性，不定种性，个别种性。云何知声闻圣无见种性？若闻说得因界入自共相断之时，举身毛孔悉移心悦，即要修相智，不修缘起发悟之相，是名声闻圣无见种性。声闻无见，见第八地，其烦恼断，
习气烦恼不断，不度不思议变异死，度分段死，正狮子吼。我生已尽，泛恒已立，不受后有。如实知，修习人无我，乃至得波涅盘觉。大会，个别无见者，我人众生受命，长养是夫，彼诸众生作如是觉，求波涅盘。复有意外道说，悉由作者见一切性矣，言此是波涅盘，作如是觉，法无我，见非分，彼无懈脱。大会，此诸声闻圣无见外道种性，不出初觉，未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大会，缘觉圣无见种性者，若闻说个别缘无见，举身毛竖，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所有不着，种种自身，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事实，其心随入。若知彼缘觉圣无见种性矣，随顺未说缘觉之圣，是名缘觉圣无见种性相。大会，彼如来圣无见种性有四种，为自性法无见种性，离自相法无见种性，得自觉圣无见种性，外差殊圣无见种性。大会，若闻此四事一一说时，即说自心现身才建立不思议境界时，心不惊怖者，是名如来圣无见种性相。大会，不定种性者，为说彼三种时，随说而入，随彼而成。大会，此事初至地者，为种性建立，为超入无所有地故，作事建立。彼自觉藏者，自烦恼习境，见法无我，得三昧乐，住声闻，当得如来最胜之身。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尔说偈言：须陀盘那果，往来即不还，待得阿罗汉，是等心惑乱。三圣与一圣，非圣我所说，渔夫少智慧，诸圣远离计。第一义法门，远离于二教，住于无所有，何建立三圣？诸禅无量等，无色三摩提，受想悉寂灭，亦无有心量。大会，彼一禅提非一禅提，世间解脱谁转？大会，一禅提有二种，一者舍一切善根，即于无始众生发愿。云何舍一切善根？为谤菩萨藏，即作恶言，此非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波涅盘。二者，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波涅盘一切众生而波涅盘。大会，彼波涅盘是名不波涅盘法相，此亦道一阐提去。大会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毕竟不波涅盘？佛告大会：菩萨一阐提者，知一切法本来波涅盘已，毕竟不波涅盘，而非舍一切善根一阐提也。大会，舍一切善根一阐提者，复以如来神力故，或时善根生。所以者何？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以是故，菩萨一阐提不波涅盘。复此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为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大会，妄想自性从相生。大会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从相生？佛告大会：
缘起自性是相相，行显现是相相，即着有二种妄想自性，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建立，为名相即着相，即事相即着相。名相即着相者，为内外法即着；事相即着相者，为即彼如是内外自共相即着。是名二种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缘生，是名缘起。云何成自性？未离名相、事相、妄想，圣智所得及自觉圣智趣所生境界，是名成自性，如来藏心。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名相觉想自性二相，正智如如，是则成相。大会，是名观察无法自性相经，自觉圣智去所行境界，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复此大会，菩萨摩诃萨善观二种无我相，云何二种无我相？为人无我及法无我。云何人无我？为离我我所，因界入聚，无知业爱生眼色等摄受，即着生时，一切诸根自心现气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设显示，如河流，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躁动，如猿猴，要不净处如飞蝇，无厌足如烽火，无始虚伪习气因，如急水轮，生死去有轮，种种身色幻术神咒，激发象起，善彼象之，是名人无我智。云何法无我智？未觉因界入妄想相自性，如因界入离我我所，因界入积聚，因业爱绳缚，辗转向原生，无动摇，诸法一耳，离自共相，不识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圣贤也。心一时无法自性离故。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善法无我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初地菩萨无所有观地相，观察开觉欢喜，次第渐进，超九地相明，得法云地。于彼建立无量宝庄严大宝莲花王像，大宝宫殿，唤自性境界修习生，于彼而坐，同一相类，诸最圣子眷属围绕，从一切佛刹来，佛手灌顶，如转轮圣王太子灌顶，超佛子弟到自觉圣法去，当得如来自在法身，见法无我故，是名法无我相。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建立诽谤相，唯愿说之，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离建立诽谤二边恶见，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以离常见立，断诽谤见，不谤正法。尔时世尊受大会菩萨请以而说偈言：见立即诽谤，无有彼心量，身受用见立即心不能知，愚痴无智慧，见立
及诽谤。尔时世尊于此记忆复重显示，告大会言：有四种非有见立，云何为四？为非有相见立，非有见见立，非有因见立，非有性见立，是名四种见立。有诽谤者，位于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起诽谤，是名见立诽谤相。夫子大会，云何非有相见立相？为因介入，非有自共相，而起即着，此如是，此不异，是名非有相见立相。此非有相见立妄想，无始虚伪过，种种习气即着生。大会，非有见见立相者，若彼如是因介入，我人众生受命长养，是夫见见立，是名非有见见立相。大会，非有因见立相者，为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眼色名界念前生，生以时以还坏，是名非有因见立相。大会，非有性见立相者，为虚空灭波涅盘，非作即着性见立，此离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马等脚，如垂发现，离有非有见立及诽谤，愚夫妄想，不上观察自心限量，非贤圣也，是名非有性见立相。是故离见立诽谤恶见，应当修学。夫子大会，菩萨摩诃萨善知心意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相，去究竟，为安众生故，作种种类相，如妄想自性处，依于缘起，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度，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于其中听受经法。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于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即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挪有托三昧，得三昧仪，由诸佛刹供养诸佛，生诸天宫，宣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心量世间，佛子观察种类之身，离所作行，得力神通，自在成就。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一切法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我等给予诸菩萨众觉悟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依，离有无妄想，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广分别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会：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大会：妄想自性即着者，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大会：彼略说七种空，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彼彼空。云何相空？为一切性自共相空，观辗转即具故，
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无性，故相无住。是故说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云何性自性空，为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说性自性空。云何行空，为因离我，我所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是名行空。大会，即此如是行空，辗转缘起，自性无性，是名无行空。云何一切法离言说空，为妄想自性无言说，故一切法离言说，是名一切法离言说空。云何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未得自觉圣智，一切见过习气空，是名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云何彼彼空，位于彼无彼空，是名彼彼空。大会，譬如鹿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非无比丘众而殊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处无相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于彼无彼，是名彼彼空，是名七种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当远离。大会，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离自性即是无生，离自性刹那相续留住即异性，现一切性离自性，是故一切性离自性。云何无二，为一切法如阴热，如长短，如黑白。大会，一切法无二，非于涅槃比生死，非于生死比涅槃，意象因有性故，是名无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应当修学。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即言：我常说空法，远离于断常，生死如幻梦，而彼业不坏。虚空即涅槃，灭二亦如是。渔夫作妄想，诸圣离无有。尔时世尊复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大会，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所有经悉说此义。诸修多罗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意，而非真实在于言说。如鹿可想，狂惑群鹿，鹿于彼相既着水性，而彼无水。如是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为令渔夫法欢喜故，非实圣智在于言说。是故当依于意，莫着言说。